你们救了我和我的伙伴 You are welcome 泰山,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? 我从小住在森林里,根本不知道上学的重要 没关系,让我们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你就是泰山,我是孔夫子的接班人 我会好好调教你的 我带你到尊孔华小上课吧 哦,尊孔华小? 很出名的 能在尊孔华小念书是我的福气 恩人,我会好好努力学习的 拜 两位标本,恭喜你们 你们可以变回人类了 你们领悟到做人的基本条件 善良,智慧和勇气 再见啦 太棒了,太棒了 我们自由啦 我的好朋友 你和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现在总算变回人生 你真是我的好知己
人生的道路要自己走，苦要自己吃，别总想着依赖别人。有时候以为走不通的路，回过头来看看，也不过如此。嘉宾们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六G班所带来的手语《路要自己走》。成功的道路，在这里我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
感谢这六年来老师的教导。再见了母校、校长、副校长们、各位老师及同学们。希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们又能在这个大礼堂里相聚。谢谢。孩子们，请别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只要相信自己，勇敢的大步向前，就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中国的孩子真是多才多艺啊！为了让今晚的典礼能够画上完美的句点，他们可说是出尽了洪荒之力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。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六阶班的同学就证明了这一切。掌声欢迎六阶班的舞台剧儿童才艺班交流会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儿童才艺交流会的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任秀恩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曾秀文。秀文，听说今天的参赛者都很厉害呢。是啊，真期待他们的表演呀。那么我们赶快请出三位评审。第一位是来自日本的风云人物阿部纯水小姐，有请。酷妈妈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来自日本的阿部纯水。第二位是一位男高音帅帅陈正义先生。我扮 Gangnam Style。 Gangnam Style。 我扮 Gangnam Style。 我是很出名的 PA 帅陈正义。 Gangnam Style。 第三位是世界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李子贤先生。Good evening, everybody. 我是李子贤。请评审就位。那首先让我们请出第一组参赛者，他们就是 Starlight。他们要呈现的舞蹈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Dum Dum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